华东大地辉煌坐标，一路向东，长枪奔涌，诉浩浩中华璀璨文明，文脉绵延，助煌煌教育盛世华章。百余年薪火相传，在潮起潮落的历史道路上，江苏大学弦歌不断，春华秋实，用奋勇激流的精神传承百年的农机情怀，立足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，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，瞄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需求，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。江苏大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。上世纪60年代，以南京工学院农业机械、汽车拖拉机专业为基础，组建镇江农业机械学院，励精图治，艰苦创业。1978年便被列为全国88所重点大学之一。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具有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，出色完成了中国农业机械教育承上启下、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。2001年8月，原江苏理工大学、镇江医学院、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江苏大学，并成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农业农村部共建高校，首批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，全国本科教学工作水平优秀高校，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，首批全国来华留学生质量认证高校。中国农机教育科研事业创始人之一，著名农业工程学家高良润先生，开拓了农业机械的材料学科，为我国农业工程和农业机械学科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作为国内最早设立农机专业、最早系统开展农机教育的高校，江苏大学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农机本科、硕士和第一位农机博士、博士后，形成工中有农、以工知农的鲜明办学特色和独特文化情怀。学校以创建高水平、有特色、国际化研究型大学为引领，自觉站在国家双一流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大格局下，以实干精神全面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。江苏大学感受到时代的感召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在全省高校率先召开4000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学校大力实施系列人才计划，稳步提高师资队伍水平，加强学生成长成才引导体系建设，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，涌现出一批厚德模范典型，并成为学校闪亮的名片。江苏大学坚持以人为本，大力推进和谐校园、民主法治和校园文化建设，不断加强党建创新，在厚德之路上